好久不见！你是不是早上刚住院回来啊？你一定是偷吃东西，对不对？吃坏肚子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吃啊卫生纸？嗯，不对不对，一定是巧克力，是巧克力，我闻到了。我没有吃坏肚子。真的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被带去？我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性肿瘤内分泌疾病，它是一种甲状腺的保护腺体，跟多个器官、房间进行销售。我是感谢异常性肾功能的主管。有吗？不懂。但是医药费听起来很贵，就对了。Yep， 起码你还知道我们看医生很贵。不过还好主人有帮我保东森华南宠物险，住院费用才能省起来，不让主人的荷包大失血。但你的话，可能就要被弃养喽。哇、哦！那我要赶快叫我的主人帮我保东森华南宠物险。走先。